中文大學將在2025-26 學年開辦三個新本科課程，以應對社會對多元人才的需求。三個新本科課程分別是公共人文學、人體運動科學與健康研究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。其中公共人文學旨在培養新一代的文化界專業人士，提升學生和公眾的溝通和協作能力。人體運動科學與健康研究涵蓋運動科學等領域，學生都可以選擇和北京體育大學合辦的雙學位課程，在兩間大學分別修讀兩年。至於材料科學與工程學，就是著重於創新材料研究，以應對微電子、新能源和生物醫學等的領域。